我是晶晶。哎，新人啊，知道了，哥哥没事。哎，不怎么样。왜이렇게더못참못참떠질떠질에요아头家我搞了挂了好路啊，他这都都收得了。拜拜拜！哎，别这样！做噶？不拉萨哦，晶晶应该是去平南哦。不拉萨，哎，应该是。乱做只好做平安。搞定。爆爆爆！哎，晶晶啊，晶晶，我爱我。哎呀！哇，晶晶。哈密苏，伊安怎呢？他妈，我车到隔壁，伊拉到八多咯。哈？是不是平南白咖啡？你做咩在？平南白咖啡出名过的吗？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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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哦 ！Coffee Tree 出产的平南白咖啡出名，高高高胖，胖到去桥头高桥尾。味道本在是槟榔特产。我拉萨哦，真正应该是去槟榔哦。够 good， good 够锐气啊 ！Coffee Tree 出产的槟榔白果皮是槟榔的特产，80%槟榔的果皮点么？半有呗。哈密人来槟榔半好，打掉打掉，爱买一包对出，无买。无意思，爱买两三包本会使，包露啉个嗨。喂，吉啦！吉 Coffee Tree 出产的槟榔白果皮有10多年的经验，伊人啊也按呢这呢去研究啊来配出伊人家己的料。槟榔白果皮啊，无你有一包一包，和大家去个虾米所在问好，本会在条享受着往槟榔的特产，安怎？安怎？严林无？严林来讲，多几个 video 下底。有一个铃，嘎嘎叮落去，叮落去了，你就免安尼艰苦，调工来到槟榔去啉一个槟榔白果啤了。好啦，今天我就讲个几瓶啦，拜拜。我是晶晶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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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记对我 YouTube 参台湾龙龙，我甲阿莲会真正欢喜。对了哦，所以那阵龙哥感觉无够来讲，我真有两个 video 互人慢慢看。阿明甲你讲小三八的歌榜呀，卡吹啦，卡吹啦，牙白个乱讲。